这里我们就来跟各位报告如何韬晦涵养，尤其是我们修行的。那我来引用呢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所印祖所提到的这一个人，我们以前呢在讲座里面有提过他，就是呢显因法师啊。老和尚讲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善知识也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恶知识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，第三个就是自己。显因法师呢，显因法师他是1902年到1925年，他只活23岁而已。他是近代的僧人，江苏省崇明县的。他呢，用功勤读，学业优异。他17岁的时候，他就离浙江宁波关中市地贤老法师出家，17岁就出家了，所以他23岁往生，他真正学佛6年而已。然后在五雷山呢受寄足戒，入关中学社授业。当时地贤老法师创办一个关中学社，有一点类似像佛学院，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关中学社。这个地贤老法师是我们天台宗的祖师啦。跟我们东北的谭熙老法师跟地显老法师呢，在近代的天台宗体系呢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。他们学习天台教观。20岁的时候呢，担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的总编辑部主任，编辑部的主任。然后呢，他专制修习密宗。他1923年东渡日本，入日本高野山大学，从金山木昭阿舍里学密法。1925年春天学成归国，到宁波见地贤老法师，地老叫他闭关用功。老法师都是很有智慧的啦，他知道他这个弟子他的长处在哪里，他的毛病在哪里，他都知道，所以他叫他闭关。但是呢，显因法师没有听进去，后来到上海那一年的夏天就死掉了。显因法师他当时往生的时候呢是23岁，印光大师有专门写一篇文章给他，叫《赴显因法师书》，他们之间有书信往还一篇。在印祖文钞里面有这一段，他说呢，接手书不胜欣慰，坐下树根深厚聪明过人。然后这个印祖也赞叹他呢，他说哎呀你的根基非常利啊，不几年，他说你只要不用几年啊，你对宗跟教，宗呢就是禅宗，教就是教下，一密都可以通达。印光大师这么谦卑怎么说呢，他说恨光老矣，他说我老的啦，不能学坐下之所得，我不能在你坐下修学。你看印祖这么谦卑啊，唯望坐下从此真修实证。印祖说呢，我希望你呢能够真修实证，走台密二宗呢当大圣之正心理，那么天台宗跟密宗就可以大复兴了，大正心了。他说你现在年纪尚轻呢，急于韬晦立修，就是这里讲的韬晦涵养。韬晦涵养，印祖告诉他你要韬晦立修，待其涵养功深，等到你涵养到一个相当功夫的时候，出我弘法，你如果出来弘法，其利乎矣，那么这个利益就大得不得了。聪明有涵养者则成法器，如果你能够天资非常好，立根的，而且你的修持涵养非常的深，那么可以成为佛门的法器，法器就是弘法人才。没有涵养的，你所做的你所说的如果对你自己或跟法不相应的话，而自己没有发现，你会自己没有发现。他说呢，此光去其一生，这是我印光呢
一点小小的一个诚心呢来供养你。了道师以来，勿念春风一语，是不是？其宝重调色，当勿要尤其。当时呢，这个信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显灵法师已经生病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春风一语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你要好好保重的啦。人生难得今已得啦。人得意的时候呢，不会太久啦。风光的时候也不会太久啦。他就是春风一日日人啊，其保重调色，你好好保重啊。当勿要尤其啊，你知道这个当勿要尤其是什么？你要知道病根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生病会去找药医呀、啊？那有烦恼找什么？找智慧啊！你知道找药在哪里？那就恭喜你，你病好了，你烦恼可以消除了。这叫做当勿要尤其啊！啊，慈罕未属连列这一篇文章呢，这封书信没有写连列，但是看到它的内容呢，应该是显灵法师离开日本归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已经身染疾病。那么，印光大师呢，以长者的身份对显灵法师爱护关切备至，加冕开示数语，皆是语重心长。可惜呢，显灵法师学贯宗教，深通显密，他不能够领悟印光大师这个寥寥数语，具有夭折，可悲也。年纪轻轻只有23岁就死掉了。他如果好好听进去印光大师的开示，他会涵养，去闭关潜修，那可能他是佛门的一个法器咯，也是佛门的龙象咯。那么印光大师另外有一篇函呢，写给傅恒建法师书里面提到，他也提到显灵法师，那时候显灵法师已经往生了。那么大师在哀痛怜惜之余，他讲出这个重点出来，这一个重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，包括在家跟出家。印光大师怎么说？显因天资甚高，显密之中皆得其要领。他说他的天资非常的高，他对通宗通教乃至于密宗，他都能够抓到那个要领。但你自上浮夸，可是他的习气非常的重。浮夸就是喜欢表现，喜欢名望，不务真修，他没有真修啊。此时呢，显命之意不得力，他死的时候呢，显教跟密教通通帮不上忙啊，得不到利益啊，也就是说没有功夫了。念佛之事相位以位，他念佛的功夫都没有啊，他不能够体会啊，也就是说没有功夫成片了，亦不得力啊，也没有功夫啊。虽有多人为其助念，而自己已糊里糊涂的不省人事，那么应该是显灵法师当时是昏迷的，才说是糊里糊涂不省人事、啊、此可谓年轻之聪明人一大警策啊！这个可以作为年轻又聪明的人一个警策啊！良有显灵法师天资虽高，气量过小，他心胸不够宽大，无韬晦涵养之真修，就这里讲的韬晦涵养，他没有韬晦涵养的真修的真功夫啊，有金章夸禄之造性，没有定功，造性就是很浮动啊，他坐不住啊，他定不下来啊，像我今天是假日啊，我就在楼上备课啊。我就可以泡一壶茶，我就可以用一天了。也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电视可以看。我们就在学习印祖讲的韬晦涵养。虽然我们不能够达到真修的境界，但是怎么样可以把那个金章夸禄的造性把它降下来？那么假以时日，你的定功就会现前。
那么大师呢，印光大师在这个函这一封信里面，他指出一般人不能够接受认真长时间念佛的辛苦。有很多人就说这样，哎呀，在那边蹲一天两天打一个佛七啊，太辛苦的了，长时间念佛是辛苦。印祖怎么说呢？他说其实此本非苦，他说这个念佛不苦啊，以一向不惯，因为你不习惯啊，所以为苦啊。但是印光大师说此苦乃吃苦之苦啊，你能够忍受这个苦，才离开人生三界轮回的苦。出苦之苦是什么？你要怎么离苦得乐呢？你现在烦恼很重，你现在人生不如意，你现在有求不得、爱别离、怨憎会的八苦，你怎么离开这个苦呢？出苦，后面那个才是大苦，轮回才是大苦。眼前这个是花报，你在八苦这里面呢，求不得、爱别离，这个是你看得到的，现在感受的苦啊，五蕴烦恼苦啊。那三界还在轮回呢，你这个苦受完，还有下个苦在等你呢。这个就这里讲，你能够忍受念佛的这个苦，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念佛是苦呢？因为你还没有怎么样呢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你生死心不够切，你不了解苦空无常无我，你不了解大般若经里面讲一切法毕竟空，不可得无所有。你不了解金刚经里面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还没有看到无常来，等到无常来的时候，你身体也没有了，你修行的机会也没有了，你所有的钱财都带不走，你所有的房子都带不走，你所有的器件都带不走，那个时候要后悔都来不及了，那才是大苦。所以呢，印祖说呢，若不能忍受此苦，则将来之苦盖有说不能尽啊，意味深峻啊。那后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又提到了，他说看显因的死呢，显因法师的死远不如一夫一妇啊。显因也许他的佛学之见不错，显因所知呢，非一夫一妇所能契及，可能一夫一妇说不出来，但是一夫一妇所修持的功夫，真修的功夫，又不是显因法师所能跟得上的，所能契及就是所能跟得上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印光大师说，信水澄清，有分别而分动，世破崩有因佛号以平你，故自上智不如下矣，弄巧成大拙。我们这个自信，因为一念无明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次，本来是清净非常澄澈的，信水澄澈，本来本质清净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之所，因分别而分动，住相生心了、所以从一念无明生三系以后，有能见相、所见相，就有六处了，那就四波崩涌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烦恼虽然这么多、这么重，但是因为这一句佛号六处洪明，因佛号已停你啊，而停止了。所以修持到后来呢，上智不如下矣，弄巧反成大拙。印光大师呢，用显因法师跟一夫做对比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特别引用显因法师还有印祖的开示来阐述呢，韬晦涵养要怎么去做，那么各位就很清楚了。我认识一个企业家，深宏昌的董事长江董事长，
那么他女儿呢怀孕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踢得特别厉害，那害喜。那江董事长呢，他有心喜呢推弟子规跟了凡四训还有泰山感应篇，他就叫了女儿，他叫了女儿说呢，你跟你的胎儿跟你的儿子呢用意念沟通。他女儿呢就用他爸爸的方法讲了凡四训的故事，讲泰山感应篇的道理，他就对胎儿讲话。他说：“你稍微忍耐一下，妈妈讲故事给你听，就讲了凡四训里面的道理给他听。啊，因为他都有翻译嘛，他就他爸爸就教江董事长就教他女儿练那个里面的道理给他孙子听，就他那女儿的儿子，那个小孩子好像听懂。”他妈妈就讲了凡四训道理，在讲那小孩子乖乖在那边听他妈妈在讲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灵性，有见闻觉知啊。我们一直认为说婴儿没有见闻觉知啊，那没有见闻觉知，你现在长大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甜的，那个是酸的，那个是甜的呢？那婴儿一出生还不会讲话，他肚子饿为什么会哭闹呢？他有见闻觉知啊。所有一切有情都有见闻觉知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啊。他怎么没有佛性呢？佛性就是见闻觉知，本质清净，本质具足啊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。他当婴儿，他没有灭啊，他具足啊，他没有动摇啊。所以我那个江董事长的，我那个朋友江董事长啊，他就教他女儿读了凡四训跟泰山感应篇，还有朗诵一些经文给他的这个他女儿的这个胎儿听。他胎儿自从开始听这些圣贤道理以后，从此就不再踢他妈妈的肚子了。胎教是什么？慈婆的影响，念力的影响。所以老法师这里讲啊，思想要纯正啊，就是能够清净啊。你读圣贤的道理，不管是你读了凡四训，你读泰山感应篇，你当下念头就是跟圣贤在一起啊。如果你读普门品，你读无量寿经，你读地藏经，你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啊，你的念头就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。你读无量寿经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念头自然清净啊。那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离物事吗？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离物听吗？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离物言吗？你就不会看电视啊。尤其像现在台湾的电视媒体这么发达，或是手机电脑的污染，到处都是那个淫色的新闻，杀到淫妄的新闻，胎儿怎么会安定呢？那个磁波不好啊，那个磁波有毒啊，有贪嗔痴慢疑啊，小孩子怎么会安定呢？胎儿怎么会安定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依圣贤的道理来教育小孩啊。这个我用一个故事来给各位听，就印证这段经文的奥妙。也就是说，一定要经过四相上境界的考验，没有经过三路拔河，你不知道忍住是有多么不可思议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经过善恶拔河，如果善的力量大过于恶的力量，你才知道说，哇，这个人是充满的智慧呢，人是充满的不可思议的妙用呢，就是人之之妙。但是如果没有善恶拔，你如果没有善的种子在里面，比如说你听经闻法，你念佛功夫，如果你没有这些善的力量，
盖过你恶的力量。你知道我们恶心者是26个，善心者才11个，白法明门里面这样讲，恶心者26个。所以怎么样，你起恶念的机会大于善念的机会啊，一定报复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我们看新闻报道，世间的这些因果事件里面都同归于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没有善的种子，没有布施的功德，没有布施的福德，没有积功累德，没有善知识的劝化，没有听经闻法，没有拜佛念佛忏悔，没有行善，他当时善没有种子啊，那就会毁一旦了，同归于尽了。我认识一个修行人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他是某某功德会的委员啊，他先生中风。那这位师姐呢，本身没有很大的智慧，他也没有开智慧。那先生因为中风嘛，你看没有智慧就是会愚痴啊。他先生哦，人老呢啊，心不老，因为他先生没有学佛，所以就是世间人的习气很重。那怎么样？因为人一旦中风，行动不方便，躺在病床上就很无聊。他也不听师父讲经，也不念佛，也不听经闻法。他想说先生无聊啊，要去做善事啊。他竟然给他看哦，那种不应该看的电视节目。哈，我们一般讲叫，在台湾来讲就是说限制级的电视节目。这种剧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啊，这个淫逸的那种影片。好了，他又偏偏请了一个外老在照顾他的先生呢。那么有一次就看他的先生，他师兄呢，就跟那个外老牵他的手，就摸他的手呢。大概是外老拿东西给他主人嘛，他就摸他的手，他看了以后的这个嫉妒心就生起来了啊，然后看了好几次以后，他就有一点点怀疑了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早上要出门，早上要出门以后呢，他就想说，我先生会不会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跟这个外老有什么这个勾搭，或是有什么这个邪胆的行为。他就拿了一把菜刀，那就跟他先生讲说，我自己收善款啦、啊。因为他去收善款，就是要做善事的那个善款，他故意在门外就跟他先生讲说，我要出去收善款啦、啊。其实他没有出去，他总是又走回来，躲在门后拿了一把菜刀。他想说，如果等一下他先生跟那个外老有什么不正当的勾搭行为的时候，他菜刀就要劈过去的。结果他这边反观自照，就是这里讲的善恶两念对勘，他就这么想，他说如果我把这把菜刀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把它杀下去的时候，明天报纸登出来说某某功德会的某某师姐，某某师父的弟子某某师姐用菜刀砍死他先生，他说那这还成何体统呢、啊？他说我是一个邪佛人，怎么落得这个下场呢？这一念回光返照，生了一个忏悔心跟惭愧心，他就把菜刀放下来，他就忍下来，忍下来以后就清凉了。再仔细一看，也没有怎么样啊，疑心生暗鬼啊，多疑心，我们的习气啊，就这里讲，会善恶两念对勘，断不知忍之妙。他忍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，这个还有很多故事，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解释。这个善恶两念对勘以后呢，才知道这个忍住有多好。这个意思是这样。